因为疫情关闭边境的北韩，缺粮危机上演，传出金正恩下令国人少吃一点，要求国民供体时间勒紧裤带，至少要熬到2025年。而金正恩近来体型忽胖忽瘦，惹来许多江湖传闻。影武者説は根拠がなく事実ではないとしています。肥满溢出的脸颊、双下巴，近期却明显消峰，一度更谣传金正恩的本尊已经被妹妹暗杀，让替身露面。但南韩国情院透过各种人工智慧对比分析，认为金正恩是真的瘦了，从最重时140公斤甩肉20公斤，尽管体重还是有三位数，但甩肉有成，让外界震惊不已。而一直对金正恩像个热情小粉丝、身兼能干秘书的妹妹金允正，则被曝野心爆炸性外露，不但亲自下令处决涉嫌贪污的8名特务，想推翻哥哥当北韩武则天的传闻甚嚣尘上，脾气心思比哥哥更难掌控，被韩媒形容最毒妇人心，更预测金允正将当上北韩真正大魔王，成为北韩人的噩梦。记者郑红岛。